到嘛到个右迁嘞，是笔试的吼，也是 BNW 的吼。嗯，西西妹到这边金针花，来这边赏花游了，哎，来这边探索金针花园，它的美丽，它的风采，嗯，游山逐梦，探索金针花，它的风采啊。啊、哦，来到制高点了。哎，待一会儿我们就要到这边来，啊、哦，那是瞭望台，啊，到这边来。还够呀。
这里是花莲六十石担山金针花，这是六十石金针花园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，西西妹啊？啊？六什么？六十。六十石担山，啊、哦，花莲这个金针花海，金针山。嗯，六十担山。今天是八月几号啊？八月三十号，星期三的下午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晚上要住在万和农庄。去那瞭望台那里，去那个瞭望台制高点来往下看。我们的车就停在这停车场。这里好凉快哦！晚上就要住在这里的洞，住在这个地方，万和农庄。我们晚上就要进驻在这里，金针花海包围着，晚上就要住在这个地方，八月三十号就要住在这个地方。晚上我们就住在那个地方啊，晚上我们就住在你所指的地方。
我们往第三楼去。哇，这里好凉快哦。8月30号，星期二、星期三的下午，我们来到这里六十四金针花海金针山。车子停在这里，我车子就停在这里了。好了，告一段落了，5分40秒了，告一段落。继续接下集，继续欣赏，接下集继续欣赏吧。